首先，今天我要来做一样非常非常奇怪，也不算奇怪，也不算不奇怪，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？可能有些人有知道这类的东西，有些人不知道，就是这个胖，我是要来刺他们，没有啦，今天。我就是要来制造这些可以吃的 glue 给大家看，就是我觉得肯定一定会有人很好奇这些可以吃的 glue 啊是怎么做的。所以咧，我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来制作能吃的 glue stick。So 我们现在开始。OK， 其实咧做这些能吃的 glue stick 咧是很简单，就我对我来说蛮简单的啦。就是咧你需要准备这些 glue， 其实是需要空壳的啦，但是我找不到这些空的，所以我都买。已经有了的，然后我再把它弄掉它，然后清理干净这些壳，才开始做我能吃的 glue stick。这个是已经是空了了。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些能吃的 glue stick 啊，来 print 人家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壳弄到很干净很干净，你们才可以做下一步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弄干净的话，会对身体不好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清理这些 glue stick。呵。这个是它剩下的壳，这里面一定会有剩下的 glue，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挖干净。哎，好累啊！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哎呀，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孔呢？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现在我们的这个 glue stick 的壳已经是。弄很干净，很干净，一定要很干净。你们记得要过热水来杀菌才来用啊。之后现在我们要来准备我们的材料，我们的材料呢就是有这个牛奶 agar powder， agar 随便啦，就是这个 powder 来做 jelly 的 powder， 记得还要糖，一杯水，然后这样就好了，这真的很简单，很简单的做。我们要放进这个锅，然后再放牛奶。糖，最后就是这个 powder， 然后全部放进去这个锅了嘞，就要拿来煮热它。哦，应该会成功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，希望还成功啊！哇，倒满它，盖起来。全部连续做同样的。现在我们的这个做好了，要放去冰箱。现在就放在冰箱，给它放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拿出来就可以了。OK， 现在我们要来做这个可以吃的 slime 呢，是超级容易，超级容易。你只需要准备三样东西，这个就是碗，还有这个 marshmallow， 不管是什么 marshmallow 都可以。然后呢，首先呢，要把这个 marshmallow 放下去碗。嗯嗯、然后放进去了包油。弄给它融化。OK。我刚刚放的棉花糖太多了，所以变成这样了。它会膨胀哎！你看，我的妈妈在做作业的时候，还把它变成高山高。I am so sorry。我觉得你放四五个就可以了。现在是要放这么多，因为它膨胀哦，小个变大个。OK， 我们换一个比较大的碗放进去。很好笑哎！哇，又在膨胀哦，真的是很厉害这个。我老远大个了哦，到不了哎，到不了。有墨的东西。差不多，我觉得它应该可以了吧。现在我们这个。Marshmallow 咧已经是弄给它融化了啦，哇，焦了哦，它烧焦哦，因为现在很黏嘛，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 icing sugar， 放这个 icing sugar， 它是很像跑灯，就很像一个黏黏的东西，然后你放跑灯下去，它就变到不黏，所以咧现在我们就要放这个，然后我们就用手去弄它。
是不是有一点像史莱姆啊？要放多一点。这样子就变史莱姆啊？对呀、啊，可以吃的史莱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的 slime 好像有点失败了，可能是我把它做出来了，然后放在外面太久了，所以它就变硬了，所以不是很香啦。但是还是会有点香啊，就是它还可以感觉没有很香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香啊，只是它要有一点粗粒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有没有像史莱姆？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有像史莱姆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很香或者不香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的 glue 已经完成了，它是有点香 glue 的感觉，有没有很香？是不是很香？那人家一口吃下去，人家就会吓到。Mickey， 怎么你是 glue？那应该会比较大声吧，因为上次做的 ASMR 失败了，因为太多声音了。不好吃，我觉得我的 ASMR 都是吃这些很奇葩很奇怪没有人会吃的东西。其实呢，我之前是很喜欢看 ASMR 的，然后就看到很多专门拍 ASMR 的那些 YouTuber 啊，就会吃这些菇，然后他们又吃到很好吃哦，结果是很难吃的，所以真的是不要吃菇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然后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！我到底拍了什么鬼东西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拍了什么鬼东西。